喂，局长，你台词就错了。我还没有讲出来你的关键字，是不是忘词了？忘了，应该要卡。很久很久之前，大家被下了一个诅咒。只要说到关键字，那个人就会有相对的反应，像是蜜大腿。像是先不要。像是阿咪。这也算了。想要破解这个诅咒，就要找回传说中的 Air Ball。Shield 又有一个新的任务，哎呦，要我跟着周泽友联盟一起去找 Air Ball。我看到我们集合的地点就是在这里，但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复仇者联盟。这什么鬼啊？吴文局长，马达巴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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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局长，你台词就错了，我还没有讲出来你的关键字。我的关键字是什么？拯救。马达巴干，马达巴干，马达巴干，马达巴干。是不是忘词了？我说忘了，应该要卡。我了，没有卡。好了，鸡兔哥要卡就给他卡了。继续演啊，继续演啊。继续好玩的。很好笑哎，很好笑啊。有什么好笑的？不要太笑。对啊，那你都鸡兔了。应该要卡。对，在找什么？秀又有一个新的任务，要我跟着周泽友联盟一起去找 Air Ball。跟什么联盟？他叫我们集合的地点都是在这里。哎呦，哦！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 Adventure。因为你眼睛遮起来，当然看不到。我出来来支援你，拯救大家的。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。你好，你的关键字不会是拯救大家？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。他在讲什么？拯救。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。不要再玩这些关键字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？黑豹，哇，干到佛了吧？干到，你看得出来就好了，提出来干什么？不就肚子变大了一点吗？不只是变大，是你还变白。最近用了一个美白系列的产品了。哎呀，可以。黑豹，不到，哇，干到，哇，干到佛了吧？他会冷。什么东西？黑豹会冷？不要随便讲出来黑豹，我就黑豹，我干了弗拉巴。我们要演多久？哎，有眼睛了，黑角。哎，他演了。好了，不要再玩这些东西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是要取走。还没玩够，妈的巴克，你把它推掉。拯救。马达巴干，马达巴，不要再玩了，再玩就是要玩到天黑了。再玩下去真的是天会黑，那已经黑了，快要天亮了哈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些 Air Ball， 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瓦干达的公主，我妹妹
他知道，我看着公主的，你的妹妹。哎，哥哥，谁叫我？哎，就不叫这个。我是苏丽芝，苏丽芝，苏丽芝。芝来了，来了，一起掌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掌声鼓励，先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嘛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你，好像好像，这是你的妹妹。我妹妹，我们瓦干达的妹妹公主长得这么漂亮，一点都不像。你看，她那么白，那么黑。啊，我最近在台北生活了，比较少在晒太阳，比较少一点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些 air ball 呢？ air ball 的啊，我知道你要找什么，那个东西我当然知道在哪里。你知道 air ball 在哪里？我知道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 air ball 就是我的关键字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It's my time。好痛苦。最后回拨电话，已过了几周，气氛太凝重，不说也能够猜透。我以为自由能让你多些停留，才发现寂寞在原地等候。It's okay, just play。世界最好玩的就听两个黑人在聊天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最大的责任是芝芝，芝芝歌名叫 Air Ball， 所以搞了一个这个剧 Air Ball， 也是这一生当中第一次是有人说他皮肤白，好难得，对对不对？ First time， 因为是他妹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太好，谢谢两位大哥，对呀，对呀，芝芝唱歌好听吧？
非常非常好听。其实我之前有看到上那个唱歌比赛的节目啊，对啊，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得到第一名。哦，对，后面的后面。对，眼睛哦，这蒙起来会很累，对不对？很累，很累。你可以换另外一边，你换另外一边看。另外一边眼睛舒服一点。对呀，你穿这套衣服完全不违和，很好看。他们在变 muscle， 你知道吗？很爽呢。你要买回去，真的。你的意思？而且在往腰部底下，肌突这么严重。哦，很好看。好羡慕你呢。紧身衣。